天堂与地狱，正宗沙爹争霸战。先生，你在这边干什么？烤沙爹啊！我是今天的主角。车子他是一个很专业的烤肉手，那我们今天一定要想办法扰乱他在烤肉的过程当中。先发问，他自己烤，然后自己拿炭。哎，你有预备好吗？你预备好吗？罗小白的偶像是。谢谢林俊杰。Yeah! 哦，这个功课不太需要对人。你专辑主打的歌是什么？我的专辑你的专辑？志同道合。问别人，不然刘德华的专辑是什么？你可以讲。刘德华的《爱你一万年》。台北到高雄搭高铁要多久？搭高台北到高雄。他在哭了。等一下，你还没得奖，车子你还没得奖，先不要，还没得奖，休2个小时。请跳十秒钟的抖肩舞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 OK， 讲出5个在台湾交的朋友的名字，不能在现场。台湾认识 Kevin 廖廖博啊，可以可以。啊，还有谁？好边缘哦。台湾换人想不到谁。OK， 发现车子是没有朋友的。望着早已消失的星球。好，既然他哭得那么痛哭流涕，打个十秒好不好？好，最近呢，在马来西亚就有一部电影叫《分贝人生》，然后我也帮这部电影唱了一个主题曲，叫《漂流》。常常会想起你笑里的温柔。时间到。OK， 打个结束。